罗水溪思维学会在民国89年成立，常常在各县市来举办艺文活动，和艺术家来互相交流。最近学会就来到丰林县文化处举办展览，包括书法、国画、油画等等，总共有80件作品来进行展出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。四周摆满着各种特色的作品，这拢是罗水溪组委协会成员用心的创作。每当伊也拢会来甲县府文化处来展出，也借着这摆机会，和所有成员互相学习交流。这样的展览的话，会看到别人的优点，然后自己的缺点，你会去看人家怎么去表达自己表达不到的东西，那你就有机会自己就会觉得有一个学习的地方，这很好啦，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啊，大家就。那个取长补短啊、哦！这张画是我看到天空的感觉哈、哦，让我有感动，我才画下去。啊，他刚好他那个奇美博物馆哈、哦，我真正是欣赏伊的造型，所以我才将这张画下来。这摆展览当中，协会成员也以书画、国画为主，总共展出80件的作品，邀请民众共同来欣赏。那这次的展示呢，最主要是以书法作品为最多，那其次的话就是一些国画、水彩，还有部分的油画。那作品呢，内容非常的丰富。那每一个幅都是相当棒的一个作品啊，欢迎大家来。罗水溪书画协会登记以来，一直以传承甲创新为理念。希望当中有真侪退休的老师，协会希望大家的作品每当都会当愈来愈进步，有新的创作卡书和手法。那我有机会在跟会员交流联谊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们鼓励说，要勇于创新，我们作品一定要创新，这是我一直的期许。因为意思也是一样。世代在变，年轻人的思维模式在变，然后审美观也在变。有书画邀各位的作品展览将会伫展出到10月1号，想要来欣赏的民众，赶紧把握机会，前往县府文化处来参观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